好，那么这个立方啊，他说有一次老大发生什么事？老大，我其实很在乎把老大教好，因为他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嘛。那有一次我就带他去吃早餐，然后那个蛋饼不是蛋饼，这样一条就切一片一片。对对对。然后呢，他没有吃完，他就把它就在玩一玩，蛋饼就掉到地上去了，然后也没有要捡的意思哦。啊，对我们来讲。那整卡给那嘛，就觉得这是浪费食物。我都一直会跟他说，你食物你不要吃，你就放着，你不可以玩食物。好，那掉了，请问要怎么办？对，所以呢，我就当场就结账，我们就回家，要带回家出力之类这样。哈，这样就是先带回家。哎，难道我要在早餐店骂小孩给早餐店邻居看吗？被夸奖，所以我就带回去。带回去之后，通常长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也在家，退休在家，就会说啊，你小朋友不要骂那么凶啦，啊，罚站啊，五分钟啊，站很久了啦，不要再给他罚，就一定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到我就变成，要么就是关起门来。第二个，我后来换房子，因为不小心生了太多之后，房子不够住就住了。我去找房子，就刻意去找那有顶楼加盖的，太棒了。为什么？以后我带小孩教训小孩就带到楼上去，我要怎么教训那个公婆就比较管不上这样子。原来顶楼加盖有这样的功能。对，因为声音不会传出去啊。那我就把门关起来。对，那我觉得把小孩子教好，的确是像老大后来就会去教弟弟妹妹这样。我有一次就是提到生病。比较印象深刻是这样，我那个小女儿就是最小的，然后我都会玩小朋友嫩婴，就是有种很可爱的味道。有一天我就闻她身上就有一种臭臭的味道，怎么闻不出来在哪里？那是没有洗澡，还是有那个尿片有便便？都不是，但是连续两三天就身体有某一种臭味。后来认真闻之后发现，哎，就在脸这一区，本来以为是耳朵没有挖湿湿的耳屎，不是。或者是鼻子这一区，那后来跟他玩，用手电筒照他，发现鼻孔两个应该是黑黑的两个洞，里面有一个黄黄的东西。但我以为是哥哥在玩那什么 BB 弹的那个黄色的塑胶的子弹，我就想完蛋了怎么办？就这样子就臭臭的，然后看他也没怎么样哦，也没有鼻塞，本来想说是鼻塞而已，后来就要赶快要去挂急诊，对不对？那天刚好我先生在家，我就说快，我们那个。妹妹这样子，我们赶快去挂急诊。她竟然就好整以暇的说：“哎，快被中到了呢，巴肚腰，不然我先去热一颗肉粽来吃，我们等一下再去。”我都很紧张，觉得我要挂急诊了，然后就是请她开车送我们去，这样子到医院去挂急诊，竟然就说。等我吃颗肉粽，那个肉粽应该是鼎泰丰的。没有，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把你女儿的健康放在你个人的食欲前面？就超生气。那他怎么说？没有，他依然要吃完肉粽啊。那后来我们对，然后后来就是哎，我还不如自己叫计程车去比较快。哦，所以后来是你自己送去啊？对，然后后来。结果那个是什么？是一个软软的棉球，抓了半天哦，然后照 X 光也没东西，因为它是一个软。棉球，海绵的东西，后来还是医生就想办法把它挖出来，这样。为什么会有棉球？我不知道，可能他自己觉得有在玩，塞进去，结果拿不出来就越塞。其实立方，你都在讲小孩的状况。其实啊，人就是人哎。其实人也会，像你是大人，你是妈妈，但你也会出状况。当你出状况的时候，我出状况。那老公又在国外的时候，你是说生病之类的吗？我很少，我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哎，我没有这种生病就自己去看医生啊。所以你看哦，老公如果很独立，老婆就不会生病。也不是哎，就是就觉得都就那么远，那真的没有办法哎。那还好，我觉得我也很幸运，身体算好，没有那种什么大病需要住院什么的，顶多就是去诊所看一下，这样然后休息一两天。因为我们讲的还是在讲一些实际上的事情，对对对，有些事情是很精神的。我随便举例，就是说啊，今天情绪不是。很理想，对不对？啊，怎么抱怨呢？当你抱怨的时候，其实很希望的是另一半就站在你这边，对，对不对？那种精神上的支持其实蛮重要。哦，对，但是我要讲的是，早年呢，我曾经这样过，后来我就放弃。为什么？
因为早年会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对方可以同理你或同感你的感受，然后有时候也不要劝你，就告诉啊你辛苦了啊，对了，工作职场就这样，也没有你帮我说什么话，没有，就是顶多就是对一个请吐的。可是呢，他就会很义正言辞的说这件事情你不应该这么想，其实人家这样子，比方说长官这样子刁难你，其实是要去训练你啊，怎样？我并不是要听这种话的好吗？懂吗？好，那。还教你方法，对，然后就觉得我就不知道是男生跟女生的大脑是真的不一样，是吧？啊，你拍谁？我不是要听你在说，听你在说教说教的，那久了你也不讲了。是，对。比方说，有时候就是说啊，小孩子啊，在学校啊被老师写了，我举例而已了。有啊，那么其实你会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参详啦，对，这个代志要怎么处理？对，哦。这样，可是你好像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是说，每次这个我得到的，可能待会问冰心姐为什么，我得到反而是负面的经验。比方说，小朋友一定我常常一天到晚在签联络簿，有时密集的时候一天要签四本联络簿嘛，再加上安亲班的哈，签签之后有时候老像我的老三就状况比较多一点，然后就必须要沟通一下说这个很皮啊，然后上课坐不住啊，然后能不能怎么样的？可是他常常就会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把儿子叫过来跟前，就说：“你妈妈说你怎样，然后哪个老师说你怎样怎样，那你下次不要这样子哦，你再这样我就怎么样哦。”我觉得这不是在好好的跟他沟通，而是你反而都是在斥责他。啊，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的教养是没有用的。对我来讲啊，小朋友为什么在他犯错的当下，我一定要马上跟他讲？因为他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错的。我不会等到明天，也不会等一个小时后，等你看完卡通再来，我跟你讲你刚刚哪里做错。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骂我。所以这教养的方式其实看法是很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你有跟他反应吗？我有跟他反应，但是他会觉得小朋友就是他们从小也是被打骂长大的。那也是这样子长大啊，为什么等到他当爸爸就是说不能打骂，我都会跟他说不行，打骂会有小朋友会有生长成长的时候会有阴影，童年阴影啊，对，后来就会变成这种比较负面的小朋友在学校里违规的一些事情啊什么，我就会尽量少跟他讲。那他的你会就是像王医师刚刚不是说吗，约好要吃法国料理，结果你又要去接生了。对，你去呀、啊，你会这样子那个吗？你就可以讲说，老公，那你难道不能回来吗？就这么久了，你不要再调国外了吗？我没有这样子讲过因为我很怕变成那个他，万一中年老了之后，怪他，怪你，回来怪我说，想当年就是因为我要求，所以他就调回台湾，他就怎么样，好像变成我是影响了他事业发展的那个。那怎么可以这样？可是你要把这个家，你要上班，你要顾四个小孩，对啊，一年300天不在。对，我刚才是套用一句我老婆常讲，如果我现在是换成是他，他一定要离婚的，他不可能在，而且还要跟公婆住，他配合度太好了。对啊，我有时候觉得就是男人你不给他找有点麻烦他真的觉得那个，他就给就是当指挥官了，就指手画脚的，你知道吗？像这个状况我觉得很多婚姻有模式，对啊，就这样，这是人类的劣根性。像你知道，我朋友啊，原来也是娇滴滴的，就后来老公也是说要在国外工作，原来也是。不愿意嘛，可是后来怎么办？就这样子嘛。然后那最后呢，也每一次他回台湾以后，就变成好像大家要重新磨合一次。怎么说呢？就是小孩子就像刚才讲的，小孩子有状况嘛，然后他就觉得，哎呀，你呢干嘛上班呢？你就我赚的又不是不够，你就陪小孩啊，要不然小孩子那个晚上回来还要上安亲班，多累。但是他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女人的不安全感。你的确薪水够，可是你现在一天到晚在外面，哪一天你要离婚要干嘛？那我没有任何对不对？社会经验没有那个财务能力，那我会多悲惨。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带小孩，我就看着他，等他回家，就等他回家，然后帮他补习，然后做饭给他吃。那我的人生也太单调了吧？那所以呢，他就回来以后就觉得，
那但是他们因为已经那个小孩子跟妈妈已经习惯了嘛，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他都不看电视嘛，就说我们就开始做功课，可是老公就会看电视啊，干嘛干嘛，所以他就觉得哎呦天哪，这老公回来以后还蛮麻烦的，你知道吗？那个没有享受任何老公回来带来的益处，对呀，反而就是这个老公就说干嘛要让他补习，干嘛要让他那个，你为什么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那样，反正就很伤感情。所以我觉得夫妻如果要分开那么久，其实长时间看，你就说要感情要培养得很好，是很难的。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我讲。